小伙套路美女，你学会了吗？给家的豆芽。哟呵，你咋来了呢？找你有点事儿。你这笑就没啥好事。这点鸡蛋。干啥呀？孵俩小鸡崽们。真不巧，我那鸡蛋借给老刘了。哪个老刘啊？隔壁的。啊，就那老刘头啊。啊。你借他干啥呀？你借他呀？他也孵小鸡崽吗？他那样式能孵明白吗？就他那样式的，你会孵？哎我的妈！我家之前什么这鸡呀、鸭呀、鹅呀，我都孵，总孵。你再说，咱不是自个儿孵完，咱吃着不也方便吗？再说了，咱家粮食不有都是吗？你还有啥事没了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那个过两天啊，我们同学聚会。完了，我寻思，那你跟我去。不是，咱俩也不是同学呢，我跟你去啥呀？你看，你就没明白我的意思。这帮同学呀、啊，都结婚成家了，就我这一个古老嘎子，和老光棍一个呢。我寻思你跟我去，你当我媳妇儿，那能行吗？那咋不行啊？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跟你去，算咋回事啊？那玩意儿管啥的呢？不行，你真的，你要跟我去的话，再有仨月，我家那个老母猪就下告了，那一窝告我全给你。跟你去？那你还到那嘎达也就有个三个小时、两个小时的就喝完了，完到那他们给你倒，你就喝就完事儿了。所以一问，哎，这谁呀？长这么好看呢？你这古老嘎达媳妇儿？那你说准了，那一窝猪羔都给我。我吐个吐嘛就是钉，指定给你，但是你就别给我整秃噜扣就完事儿了。到那天我招呼你，你就跟我去，啊？你行吧？啊，妥了，完你到时候你收拾比这再漂亮点儿，我骑大摩的来驮你，完你给后边一搂，就能定了，走了。